What?说今天对阵危机的话，其实感觉就是大家也不能大意，然后争取就是稳稳的把这一分拿下，因为我们的积分线还不是特别高，然后需要后面的场次都拿下来。哎，这边直接打了起来 ，C 然后拉起来，不过征服者触发了，可以吸血。哎，吸了一刀，而且赤子剑气好像又吸了一刀，所以Gino这波Gino又 AQ 了一下。但你看哦，这波补刀其实Gino的能获取兵线还多。哎，但这波砍到一个 QW 还拉到，大招躲过一段，这波Gino的一个海之通也做得不错。掠食者还在，还有。而且现在皇子是要等一下自己的帝国战旗的，战旗在冷却，卡尔玛也绕上来了，这波。激怒的血量很低啊，这个位置激怒可能要直接死掉了。是一技能用过，被柱子顶了一下。哇 ，X 这波因为卡尔玛主动交闪，想要练他，他也被迫了交出了自己的闪现。下路这波也想动手，泡芙是直接往前滑，但滑到了。兰博身上有大招，这波可以烤一下吗？帕芙是没有闪现的，这个帕芙位置很危险啊，直接要被烤死了。被烤死了，一剑过来，躲了一剑，不过还是被 Scout 的闪现。杰杰想抢嘛，但是杰杰没闪下去就会死。是，考虑了一下，还是算了。是没有办法走到岸边等待塔姆救援。对，这个是 Scout 的第一视角，看一下这个大刀怎么撒，直接预判后面的位置，直接撒下来，再一个疯狂燃烧，最后一下平 A， 收掉这个落。这个位置 Scout 又来了，好烦啊！三顾茅庐，这危机下路是真的顶不住啊！一直来一箭射到了，接一个兰博大招，哇，被烤掉了半条血量，那应该是走不掉了。没有闪现 ，Scout 又是一个 Q 技能，还是能把局势稳下来，我觉得是。但现在下路其实是已经有点崩炸了，而且这波回放，先看一下这一箭，然后主要是南风这边自己躲掉了哈，有点尴尬。但我觉得这不能怪南风，因为你也有位移，说实话。不给 VG 拆除的防御塔，而中路 iBoy 已经开始射手的专注，疯狂射 J， 但一箭贴在脸上的一箭 ，J 是有一个增强的小三项也还没成型嘛？对，哎，不过这波 Mako 想飞下路，这波要提前打起来，进度可以留一留。双人车要现在黄子来了，可以开个大招可以打吗？这波要拖一下时间，身上的治疗量好多 TP， 全部人的 TP 都来了。这时候超级多道光落下来，泡芙是先落地一个升降气体，角度不是特别好 ，Cube 是被吞了一下，然后直接被杰杰一个天崩地裂给盖死。这时候 iBoy 被泡芙直接给打残，剩下一丝血，躲到一个没有视野的草丛里面。裸台大过来了，可以留住全部人，下一个台抬起全部人。但是 Mako 是吞了一下，想救 iBoy 再叫闪现，但最终还是没有机会。而且 Scout 的一个大招还没有好的这一波 ，VG 的反打做得不错，现在是一波一换二，还想继续追击。这次一个新地垫以后加闪现一个 W 技能，想留住，进攻效果已出，又是一个盛大增长抬起来，而且这个 Gino 反手进场踢了泡芙，但是卡尔玛的盾这波感觉换不掉，南风再添一颗人头，最后下路这一波大战 VG 是直接打出了一波一换四，把人头全部给捞了回来。这他原本是一个零杠二，那一波拿了两颗人头。现在是一个剑士卢锡安，吉努的位置在很后面，这波想开，直接两个大招盖下来，这波开的不错，没有闪现人全部被烤残了，这是一个 iBoy 的收割局势，南风开了大招只能往后跑，前面两个人头是被吉努的一个青钢给踢死，下路哎等等先看一下这波视野给压力，大招直接盖 X 闪现刚刚是差一丝丝，但是因为开了杰杰也知道那个开的位置不能恋战哦，大招盖完以后立刻就 EQ 回头了，这个位置 iBoy 要被开。反手要被开，兰博不在啊！这波只有一个塔姆的保护，能把 iBoy 给救回来吗？两边的资源都要同时落地 ，X 身上有石像石板甲，非常的肉。接着 iBoy 疯狂内射，但他现在还有半条血量。这时候剑魔开启大面，直接闪现进场。剑魔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呀，兰博这个大招把后面人全部挡住了。是，而且这时候金龙一脚踢过去一个精准礼仪，直接先输掉了卡尔玛，以后南风也是直接被兰博再烤到。
伊安卓的折磨在燃烧他的血量，已经非常的危机了。南风的角度闪现，大难临头各自飞，短了一点，应该是追不到，因为巨魔有一个额外移速。但是 Gino 这里就非常的灵活，一个 E 技能先上岸以后，哎，转角遇到一个 X，X直播只能被卡在墙边。大的移速，对，刚刚这波虽然开得很好了，但是还是能看出塔姆这个英雄。 保护能力太强了，杰杰现在真的随时想开团，哎，这箭是射到了 J， 而且兰博的大刀打得非常好，这个 J 要直接被烫死了，哇，这个好痛啊！是晕眩结束之后，赶紧给自己一个盾，在这时候金龙一脚踢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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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
时候的是火是烧掉了，而且洛跟剑魔一起嘛，对，就一起进去。对，如果他们是要打先走下路，看一下 Cube 这波又是跟 Gino 直接打了起来。支援先到的是 Mako 的一个车，那 TP 落地了，两边中单。兰博这一个大招下下去，下的位置没有往坦克里面下，但是还是成功的在前面直接烤熟了上单以及上路的以及辅助的一个弱。正面又是 X 被留下来，巨魔根本没有出草，而且另外一边 J 想走的时候直接被姐姐抓个正着，天崩地裂盖住以后，有没有机会让 Scott 拿个 Quadra Kill 呢？这个位置寒冰随时要开始射箭了，这个位置这一箭过来泡芙被射中了，那感觉他完全没有活的机会。海格斯推动点以及天崩地裂同时下来，感觉基诺都还没有坐住的时候已经被杰杰盖死了。又是一个技能，基诺还要留减速到正面，又是一个万箭齐发过来，两路的兵线进来， ADC 已经死了，EDG并没有回头打大龙，想要直接拼一波，现在开始尽力的拔门牙，右边的门牙应声倒下，有没有兄弟能站出来啊？ ADC 死了，剑魔要冲了，这个位置吸一口能不能把杰杰给杀了，但是杰杰又是一个 EQ 往后逃，即使救赎回了一口 BG 的血量，但是门牙两颗都已经断了。这时候 EDG 开始愤怒模式，Gino 奋力的在打基地，然后往前，但是 iBoy 好像似乎想要杀一下泉水里面的人，开始射手的专注，万箭齐发。有人想刷 KDA， 有人想拆家。我们可以看到杰杰和Gino是分奴，然后另外三个兄弟想刷 KDA。